球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对，那包含垒上有人是计时来到20，接球内角第一的输球，李宗贤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李宗贤在第一个打席面对王维忠的投球面，两次的挥空都是面对王维忠这个内角的速球哦，在两号球之后，而且这个最后的挥空看起来有一点点。这前面几天呢、啊，陆续经历了周思齐以及高国庆的这个退的消息，所以在今年准备要来进行这场比赛，这球一样压在相当低角度的位置。对。哦，王维忠连抓两个三振，最后的一个对决球都是内角的速球哦。那这个球真是打在右打者的九号位置选掉了。这个是一个外角高的速球，另外的信号位，回到位置抓到三振，结束了一局上半，富邦悍将打下3-0才两秒的三振。受到挤压打到了正面463，这时候我们记得这一次处理回来完成这个463的 double play。 所以今天看这样子，王维忠对右投、对右打者真的蛮有一套的。对，反而他这个投球哦，这个斜角度进垒的直球让右打者在击球掌握度一个变化球啊，今天的右打者通通都被王维忠给吃个死死。孔子恒挥空抓到三振，在这个半局富邦是留下了1垒的残垒，双方还是0-0平手。俊伟回到第二轮，俊伟由刘俊伟接球就直接甩，哇！这个很困难的传球，他做得非常的到位。那刚才几个，其实讲老实讲，难度比较低的，反而出现这个瑕疵哦。哇，这个球，对，这个球是非常大幅度的横移之后，也没有垫步的空间。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已经离一垒是蛮深的，就距离蛮远的。然后他这一个是正面数哦，对。这个外角低球打在棒头，找到12垒正面传往1垒刺杀，打完出局。所以当右打者现在上来开始一直提防王慧忠的内角球，反而外角这边变得不好攻击。这个球感觉叶子挺有一点点是用这种碰的话，就是说一好球的时候你就50-50去猜了，就再来一个。击球也有点打击节奏被破坏掉了。李凯威处理起来，在这个半局，方汉将的进攻又是三上三下的半局，双方依旧是0-0平手。这个配球的一个。先后顺哦，这个球一垒，找到一垒的正面，为了接球之后自裁垒包一点，有、哦、又是那一分地球、啊，结果又打成输球，打到2垒正面，又是找到李凯威来策动这个双杀，包括你两次都是双杀收场，在这个半局，富邦悍将一样没有得分，双方还是0-0。